儿子，去给我买瓶饮料。这打游戏呢？兔崽子，你不会回来再打吗？去。那你要喝雪碧啊，还是可乐？可乐。可口的还是百事的？可口的。大瓶还是小瓶？小瓶。瓶装还是罐装？瓶装。冰的吗？还是常温的？当然是冰的了。无糖的还是常规的？常规的。那你要楼下小卖店的还是对面超市的？你小兔崽子耍我是吧？我抽死你！我现在抽还是等一会儿抽？我皮带呢？我皮带呢？你是找牛皮那条还是猪皮那条？我找！哎，滚！前滚还是后滚？后滚！你跟我一块滚吧！哎，别让我逮着你！逮着你，我宰了你个小兔崽子！你是用刀用枪？刀！水果刀还是菜刀？我这孽畜！孽畜！我是猪什么？水啊！哎呀，喝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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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，陈翔六点半。